台北日常 vlog 了。最近没有什么出远门的计划。有啦，下个月有，下个月会去澳洲参加我朋友的婚礼。刚好最近蛮多活动的，然后也有几个朋友要从国外回来，我想说好，那来录一下台北 vlog。 刚刚结束了一个工作，所以现在有带妆，然后时间目前是5:30，我等一下6:30要到101，今天有古池的活动，所以我得赶快着装出门。今天呢，穿的是我之前买的 Acne 的女装的西装，然后上面配的是 Bottega 的咖啡色条纹衬衫，跟它这个咖啡色蛮搭的。其实这个展呢，我觉得虽然场地里面不大，但是有机会近距离观赏到10套 Sabato 的作品还是蛮赞的，就是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因为那些东西可能不是平常专卖店里面一定会进的单品，然后就可以看到那些做工啊，然后那些平常如果没有近距离在秀上秀图上面不一定可以看到的细节，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有融入一些艺术家的作品，比如说它有找一些艺术家做了一些刺绣的旗帜，然后赋予它一些意义，我也觉得蛮好的。然后也有不同的录像作品啊，然后一些标语。现在呢，我要去吃东西，因为今天工作一整天，我还没吃。我们来吃新店麻辣锅，吃到饱的餐厅，好久没吃吃到饱了，好赞。这个礼拜呢真的超级忙碌，前两天都有活动，今天也有，连3天，现在要去我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活动，是 Hey 家具品牌 Hey 终于来台湾开设第一家专卖店，我们期待它会长什么样子。因为我有去过丹麦的总店，丹麦的总店呢就是东西非常的多，然后坪数也很大，当然我相信台湾比较难找到这么大的空间，所以品相不可能有总店这么多，但还是蛮期待的。眼睛怎么啦？做雷射，而且我被了弟弟看了一下，真的好说什么？觉得你很怪吗？可能吧。你跟我在同一家对吧？奥斯卡，你觉得做的怎么样？非业配就只是纯分，还不错啦，医生蛮行，有在关心病人眼睛健康，而且隔天就好了，就是感觉世界是新的，还没。哦，还没吗？雾雾的。哦，前面会有一点水雾感。对，我们刚刚从 Hey 台北店离开，
我觉得他选的地点不是真正的商圈，他在仁爱路三段142号，我觉得是还不错的点，因为他可能也不需要人潮，因为附近很多类似的，对面很多蛮贵的牙套。然后我喜欢他的店装里面有开了非常非常，他选的这个点我很喜欢，是因为他开了很多窗，因为你知道就是北欧人就是一定要有阳光，他的一楼到他的二楼，那算二楼吗？反正他里面的配置呢是一二楼，然后中间夹了一个阁楼啦，空间就是跟我一开始预期的差不多，就是不可能太大，只是我觉得现在唯一有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是，现在可以购买的商品呢，就是现场有的东西。我刚刚有特别问，如果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喜欢的品项，可不可以请他们订？目前是还没有办法，我觉得这点是比较可惜，因为毕竟在门市那个店没有那么大，能看到的东西很有限。刚刚结束了在 Prada 的活动，现在要去吃饭。今天要去国宾的中餐厅。自从国宾老的饭店拆了之后，我都没有去它暂时的新的地方。然后今天是要吃他的生日宴。你的生日 是我吧？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哦，2月29。四年只能过一次，所以。一定要认真过，没有吧？今天是帮公子庆生吧？还有你啊，一起啊。哦，好啦。哎、欸，你觉得四年才能过一次生日的感觉是什么？虽然说你228还是会过，好，我还是蛮珍惜，就是拥有，就是会那天到来的那一天。哎、欸，在这里耶，国宾中餐厅，在一个商业大楼里面，然后一进来呢。会先经过一个手扶梯进来的感觉还蛮简约的，安安静静的感觉，感觉还不错。寿星，寿星，生日快乐！他原本川菜跟沪菜是分类的餐厅，后来合并。所以你今天你有按照可怜的东西在穿吗？没有哎、欸，我还没看到。但你这个蓬袖，就刚好啊，不然搭到。好契合哦，好契合哦。我们今天有烤鸭哎、欸，最喜欢看这个片鸭的过程，看起来超好吃的。第一道菜是小葱豆腐，做的蛮精美的。他们的老皮嫩肉呢，叫做细皮嫩肉，不知道吃起来是不是真的很细。不是你说的，吃哪一个？我先吃这个。那我帮你先吃豆腐。先吃豆腐吗？好，那我也。哦，好，那我也先吃豆腐。肉饼是几个？谢谢。就先来吃吃看它的葱豆腐，你吃了吗？我吃了。赞吗？哎、欸，它上面的这个葱真的切得很细致。嗯，好吃哎！你有在喜欢的味道？就是凉凉的，然后觉得蛮细致的、啊。嗯，好吃，好吃。而且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以前没有吃过。吃新，第一次吃到新的食物可以许愿。嗯，啊，可以许愿，许什么愿？随便，人生第一次吃到新的，因为你喜欢正宗水煮牛，发大财，祝大家。有人跟我说的，祝大家身体健康。怎么样？它细皮嫩肉，真的有觉得比一般的老皮嫩肉有好吃？什么差别？我觉得好像有加那个花椒，有花椒的味道。
但是我本人很喜欢吃花椒，皮的那个质感呢，真的有比较细。我刚好吃一个太快，你有皮吗？有比 Kitty 好吃。我跟你讲，我原本那你现在还没吃是不是？我还没吃。Kitty 也订不到。可是因为他已经易主了、啊，他已经换人经营了、欸。细皮那种。嗯，我懂你说的那个花椒香，是不是？嗯，来吃吃看它的烤鸭。它是不是好像只提供两吃、欸，没有三吃？可是一样会有它的。嗯，很香哎、欸。我觉得它烤鸭处理的那个油脂是蛮好的，因为有时候吃到一些会觉得太油腻了。它那个鸭的选择是蛮好的。它这一道呢是用一个面皮包的四季豆，看起来也超级赞。哎，这你吃了吗？这超香的。嗯，这很赞。它的干煸四季豆不会太油，然后怎么有人在唱歌？肉末也不会太夸张。很好的一个比例，哎，这真的很好吃，这真的很好吃。结束了。它的杏仁豆腐里面真的有奇异果跟山粉圆吗？蛮特别。因为我是杏仁豆腐的守卫者，所有的杏仁豆腐都不能逃过我的。哎，其实不错哎，蛮好吃。嗯，其实不错。它没有这么 Q， 但是它的口感是好的。然后它的杏仁香也有出来，好吃，好吃。哎，请问一下，这到底是什么？这到底是白肉羹面前，我不能吐出来。这到底是什么啦？木瓜蒸牛奶是不是？杏仁茶，杏仁茶。你刚才吃，我想看你吃。怎么样？怎么样？木瓜有你们家种的甜吗？看你有吃过煮过的木瓜吗？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你现在拿刀的心情是什么？我觉得很赞哎，我没有拿过那么大的蛋糕刀，是什么意思？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喜欢大的、啊，帮你特别准备。谢谢哦，谢谢哦。就会放上 YouTube。嗯，好，谢谢哦。你刚间接夸到他哎。你要先许愿，你比较前面。啊、不是啊，三妈要先唱歌啊！好好好，来。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不能唱生日快乐歌就是音频。好赞！许愿许愿。我可以都不要唱歌。可以啊。为什么小许？可以小许四个。毕竟你229才过一个神明说15秒嘞、欸、等一下等一下还有人十笔有什么来看没有而且没有想要中好第一个愿望希望每个人体脂都减5%谢谢减于山还需要减吗我跳过，他跳过，他整种。然后第二个愿望，希望我明年滑雪可以学会 S turn。哇，好神奇！竟然在这里。好啦，可以，你们数一二三好。一二三，可爱。这太好笑了。可爱可爱。